我们来各种变奏好不好？试试看。你可以乱打，你可以中间乱切。我们先随便试一个好不好？Yo 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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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， 可以吗？够稳吗？够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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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够稳。哎，接下来是讲一些 freestyle 的艺术。我昨天晚上吃了太多褪黑激素，害我现在一直想要睡觉。但是没关系，大家开始会 party， 因为所有人都可以跟我一起醉，还是要跟我喝一杯。今晚可能可以回家睡。Oh no， 我讲了太多屁话，如果要听屁话，你应该找我朋友。我最近都是玩那个马里奥，但是比亚好像在抽的不是马里奥，是马里根。Oh no， 我不能讲的太多。OK， 他们知道我是 dope bro， 但是鼓手也可以随便换个节奏，随便换个 tempo， 他们也会点头。他的拔太大声，我自己都听不见。Oh， 现在我还是可以把你震撼到变成一个碎片，听我碎碎念。哎，就是这样，谁要上台也可以被我碎念。Oh， 还是要帮我铺个被垫。我就觉得刚练，突然是觉得好想要睡觉，突然就倒在这跟我 freestyle。哎，谁身上还有酒券？谁身上有钱？可以帮我买一杯酒给我喝，我觉得我现在需要，所以才会觉得爽。还是想要这样，还是要找 Let's go 跟我一起跳，还是要谁要跟我跟我一起唱，还是要一起甜，还是我们去找谢振廷？哦，去找他谢振廷。哎，但是我觉得没声音，我的 freestyle 自己真的听不太到，所以我们到这就好，是不是？绝对没有写稿，绝对没有写好，不用自我介绍，需要自我解释。